Butter Butter 早午餐住址：彰化县彰化市旭光路343号，电话0978825915。上礼拜假日想吃巴特，打电话想好久没人接，后来才知道生意太好，没时间接电话。今天嘿嘿 ，till 的平日了，可以吃到后松饼了吧 ？XD， 结果现场才知道要等40分钟哦，当然还是要等咯，所以建议要来吃后松饼的，可以先打电话预约，然后平日11点过后只提供套餐，假日是全天都是套餐哦。till 的，我想说 till 的都来了，就吃了两份套餐。要原谅我，黄光真的是我的死穴啊 ！till 的 till 的 till 的，又是一堆黄色的相片 ，till 的。平日生意还是很好，内只营业到下午14:00、13:00多了，还是有人进门吃。我发觉 Tilda 他们家的椅子都好好坐，找来找去没看到是哪家的椅子。二楼位置厕所旁边还有一个包厢，可以私人聚会用的。Tilda 桌号标示很好玩，有杯子的，摩托车的，不过像我做面壁的长桌小姐送餐点来就往我桌上放，还好我很诚实，发现不是我点的，没有先偷吃 Tilda XDD， 也没乳酪手做松饼，不是我点的，到柜台结账看到这一盘马上借拍，哈哈 Tilda 也不是我的，哈哈 Tilda 是隔壁小姐的，就是这盘一上来就送给我，我有发现是冰拿铁，马上问隔壁小姐说你点冰拿铁的吧，我很诚实吧，原字符号原字符号，好啦 Tilda， 我有趁他去拿番茄酱时借拍一下啦，就是隔壁小姐把我最后一份双色蛋饼吃掉了啦 Tilda Tilda Tilda， 手打肉排堡，马铃薯有马铃薯泥、黄地瓜、紫地瓜、脆薯炸的刚好。这份肉排堡我觉得不错吃，我可是有全部吃光光哦。套餐有副饮料、沙拉、脆薯、薯泥，我点了一杯热奶茶，另一杯厚松饼的饮料，我点冰咖啡、奶茶冰咖啡、巴特厚烧。真的是有厚 Tilda 还蛮高的，因为我吃完第一份套餐没多久这份就来了，所以也没有感觉等很久。沾点起士一起吃还不错，松饼本身很香，里面还蛮湿润的，不会干有松，不会到发高那种程度。 XC 在彰基医院的斜对面往前一点就有停车场，落一个小时30元，看到回转寿司这个路口就是了。